喂，慧婷，你怎么打电话给我啊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学校要办运动会了。哎，你先别说，先听我说。我们艺术团转来了一个跳芭蕾舞的女孩，长得可好看了，也是咱们高一的。我们艺术团一向人才济济。哎呀，你这是傻子，听不懂我的潜台词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的魏泽学长有了新的白天鹅了。同西啊，我们还听说魏泽学长还给他弹钢琴伴奏了，说不定等不到你回来，学长就琵琶别抱了。那个老班来了，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魏泽学长新的白天鹅了。嗯，学长，白天鹅，你最近真的很不正常啊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 iQIYI.